村の救援はお前たちに任せよう。我が連合軍の先兵として民を救ってくるがいい。連合軍の進撃もこの止水艦で終わりだ。カユー様がいる限り誰も通さねえ。彼女はわしらの手で抑える。目標は定まった。全軍進め。勝者を持ってくぞ。こいつで城門をぶち抜いてやれ。勝者だと。難しい真似を。みんな敵の兵器を止めるのだ。
ここの村人は五軍の動きを目撃しています。お気をつけて。ここは私の持ち場です。やすやすと通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。英雄传说就有，好，我哋继续去码头前进啊！好来吧，咁啊，由于我哋时间所限，你我哋差唔多啦，即系我哋时间无多，我都要加紧进度。其实呢一度咧，本身有几百个猛将，我已经跳住级嚟打，你知唔知？正常就要升 level 啊嗰啲，但系你知啊，我呢啲人专走捷径，系咪？好，差唔多咧就去到呢一个可以坐船嘅地方噶啦。咩啊？一阵你又会知道坐船，我都可以示范一啲有趣嘅嘢俾大家睇。好，呢一度系一个竹林啊，个二百几米就到噶啦。好，来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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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好，码头，啱啱我就示范咗攞马嚟咧，就上楼梯。咁而家咧，叫海，马唔识游水嘅。好，诶，唔系呢只船啊，如果冇记错，应该系第二只嘅。好嚟啦，咁啊坐船嘅时候咧，咁啊好悠闲啦，系咪？咁啊有啲咩可以做咧？钓海唔系钓下鱼先，啊打仗打得多都攰啊，都要写二叹啊！啊见唔见到右下角佢有显示嘅？
要阿宇嘅时候，佢话要我击破董闸喎。究竟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咪对住敌人钓鱼啊！进攻的时刻已到，咁啊挑拨佢。睇下呢啲，我就好似孔明一样。好，系啊，我哋似乎喺前面啦，我哋去揾敌人嚟杀啦。好，我哋游水过去，轻功水上漂。好，海战啊！哇塞！好，哇，还多，哇！咁鬼劲啊！呢啲咩女长都咁犀利，有冇搞错？哇哇！啊！やっぱりすぐ来ちゃったので、どんどん単身奥に。奥の方の敵ほどやっぱり強いですね。因为咧，原来佢一越接近佢最后嘅目的地咧，啲敌人就会越嚟越强噶，所以而家连呢啲咁嘅杂鱼都咁劲咯。几劲都唔够三国无双嘅猛将劲，又杀咗啦！敌将，我知多得你。好，咁啊，我哋而家啊又赢咗啦，系咪快到你都睇唔到点解我咁劲 ？Level up 啦！咁啊，由于咧时间有限，军师大人，不如我哋就直接去，唔好嘥时间啦，我哋就直接杀入去孙权个阵地啦，好嘛？そうですね、実はですね、いろいろ仕掛け、周りの村とかミッションがこまごまあって、そこを行くと敵陣に罠を仕掛けられ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、それやってるとちょっと時間ないので、今回は腕でなんとか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。他都話其實你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去解任務㗎，但你越用得多時間嘅話，個城裏面嘅陷阱就越多，就會好花時間啦。所以今次不如試下直接入去啦。你覺得直接入去的難度有多少？我是不是會九死一生？そうですね。単身で乗り込むとやっぱり1対敵が大勢になっちゃうので、相当難易度高いです。佢都話原來你單刀入去的話，因為得你一個人去打敵人，所以都是相當之困難的。相當困難，俾啲視野嚟先。哇！孙权就喺绿色箭嘴嗰度啊！好嚟啦，孙权，我嚟取你狗命！好，打！呢啲先杀咗呢啲咁嘅杂卒先。啊！哇！好，想射箭，暗箭伤人，死鼠辈！好。啊！好，孙权似乎喺呢度附近啦，见到啦，放啲陷阱过嚟探先。孙权系踢壁之战，但系我今次咧就要佢自己示范。过嚟啊，孙权！哇！再嚟多次。过嚟啊，孙权！喂！好彩啫！哇！太惯啦，系咪好聪明嘅？你已经冇晒油桶啦，好石头，咁苦啊！你又似今集仲可以 lock 人嘅嗱，示范多一次俾你睇，好孙权。暗杀天琴王，打落去！呀系啊，系啊，打！喂啊，你哋出下招啊，孙权，唔好话我恰你啊！好，打我唔到啊，正蠢材！呀呀呀呀！还劈劈晕你，哇！还拖，哇！扣好多喎、啊，俾佢打。好，打晕你，顶六拳，我打。诶，连续击，顶龙剑，斩上天。
好，再劈落去，佢就系玩完啦，得翻一格仔血，专权情报嘅实力争一大橛啫，你睇，哇，喂，做咩事啊？哇，我扣咁多啊，喂！救命啊！